我帮你带。好。学长，其实我以为你会拒绝我呢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跟大超学长说出国不关我的事儿，而且你还让我给你时间去考虑。在这之后，你都一直躲着我。我没想过你会这么想。哦，好的，老师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哎，不是，你去不去啊你？所以竞赛，你得了一等奖。你怎么不行啊？行啊，太行了！杨哥，你太给力了，这样小月就能一直留在我身边了。哦，恭喜你啊！恭喜恭喜啊！你不也正筹备跟苗苗表白呢吗？嗯，对啊。那你要是出国了，苗苗怎么办啊？我出国跟夏苗苗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你要为了爱想放弃学业啊？怎么可能，我两个都不会放弃的。学长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不会吧，难道要跟我表白？我喜欢你。我真是乌鸦嘴。学长，谢谢你。那我准备的表白怎么办？你这人怎么截胡啊？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给你答复？你等我把项链设计出来，很快。学长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妹刚刚给我发来了年年的照片，我正好看见你，就想让你看一眼。嗯，挺可爱的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了，我先走了，学长。